卡哥，开在奥特曼的专属卡片盲盒，你开过吗？等等，你又把我心爱的卡片拿去换盲盒了？没有啦，小卖部老板看我把你赶去了非洲，简直乐开了花，随手就是一个点赞，还把店里最后一个盲盒给了我。如果开出了超稀有的 SP 卡，还能高价回收哦。哪里？哇哦，真是老板坑我千百遍，我对老板如初恋。小伙伴们，一起来开箱吧。哟呵，刚从非洲回来就遇到这种好事。哇，而且这一次的包装啊更精致了。哇塞，哎呦，包装的还挺严实的嘛。哇，真的里外三层啊。哇哦，这东西也是一如既往的多哎。哇塞，果然是泰迦盲盒啊，里面竟然是泰迦三人小队的印章哎。啊，第一个就是今天的主角小少爷泰迦奥特曼。哇，印章的底部还挺酷的哦。第二个则是超强壮的力之贤者泰塔斯。哟呵，最后一个则是我们眉清目秀的风之子风马奥特曼。哎呦，老板制作盲盒的心思还是挺细的嘛。哦，这一次还有固定的卡包呢，这一次我们就来把它拆开吧。奇迹版开始。哦，好吧，是 SR 卡。哇，不会都是空包吧？哎，哇塞，有张 LGR 卡哎。哇，这刚好是卡哥没有的 LGR 卡哎。哇塞，但是卡包就赚了，对不对？再来再来。哦，好吧，来点欧气啊。好吧，最后一包。哈哈，真的是接连翻车啊。这荣耀版必中包不会那么差吧。哇塞，抽到了一张欧布的三重形态 HR 卡。哇哦，这张卡片也是很久没见了。哇哦，而且 LGR 卡还中了一张欧布的重光形态哦。第二包。哇，这一张也很不错啊，是杰德的尊皇形态。哇，这皇者之剑感觉要发出冲击波了呀。哎，哇，又中了一张 UR 金卡，就是高士的月神形态呀。再来看其他东西。哇，这次又有一个卡装吗？哇，这老板也太坑了吧。 LR 的泰迦三重你也能上卡装啊？我的天哪。哎，哇，不对哦。哇，中 SP 卡了。哇，而且这一张是泰迦的月光形态。这烫金的电子版纹路，哇塞，我看看。哎，小伙伴们看，哇，这张还是无标的。哎，小伙伴们，你千万别说无标的就是假卡呀。豪华十七弹的 SP 卡呀，哇，是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无标，一种是有标的哦。而且无标的 SP 卡会更稀有哦。哇塞，可以呀。哈哈，刚刚还说人家老板坏呢，对不对？哇，这太爽了。看看里面的卡片。哎呦，老套路了，前面是四张 SSR 卡。哇，还有横版巨型卡。哎，哇，还有白金卡吗？哇，都是泰迦的各个形态哦。哦，紧接着还是套卡呀。哇，这又是连号的荣耀六弹卡片呢，好久没见了，对不对？哦，紧接着，哇，还有 HR 卡吗？分别有泰迦三人小队。哇，还有他的两个形态哦。哎，小伙伴们看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荣耀五弹里面的电视卡。哇塞，可以呀。现在荣耀五弹里面的电视卡可是所有电视卡里面最稀有的哦。哇，而且这一个超经典的场景啊是由三个片段组成的哦。哇塞，这一张电视卡是不是很赞？看看还有什么。哇，这又是泰迦的 OR 卡。哇， OR 卡的画风也太赞了吧。我们再来看看。哇，还有 USR 签名卡吗？哇，太爽了，一下子拿到了泰迦三人小队的签名印章和签名卡呀。哇，剩下的东西还真不少哦。哇，这里又有一对金沙的泰迦拼图卡。哇，我记得老版本的金沙拼图卡呀是在传奇版才能抽出来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三张就是今天最后的卡片了。哇，又是泰迦三人小队的 GP 卡，这也是经典版里面推出的第二套蓝 GP 卡，对不对？哇，看来小卖部老板把这一款盲盒卖得很贵还是有道理的呀，这背景的烫金图案也是独一无二啊。哇，小伙伴们，这样的盲盒爽不爽啊？特别是这一张无标的 SP 卡，哇，感觉一定要好好收藏啊。